讲咱爸是吼，啊是爸失去以后啊吼，咱着愈做愈做的一个贪嗔痴吼。那如果呢，咱着将咱的无明，将咱的一个贪嗔痴拢甲伊收掉以后啊吼，咱的良知良明，咱着显现啊啦吼。那咱的良知良明显现以后，咱的理甲咱的用。自然就会产生哦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智啊排伫第一位，吼、哦，排伫第一位啊，吼、哦。那么，这个智慧啊，就是讲，伫这五轮内底，互咱知影讲发生代志的时阵啊，咱智慧知影讲为什么会发生，吼、哦，这是一种因果的一个关系嘛。哦，那咱是知影讲啊，吼，会当了解彻底了解讲，为虾米讲这个问题的产生是虾米原因，咱就会看到这个问题的所在啊。吼，例如咱讲到这个互助有亲，吼这一轮啊，父子有亲这一轮啊，吼，那每一个人啊，咱嘛拢知影讲，父子里面就是要讲亲啊，咱袂当凊彩安尼，就是讲安尼去发脾气啊。哦，像咱后学，咱就讲吼，咱迄个老二啊，吼，哦，足古锥个哦，咱迄个老二啊，世间哪哪足古锥个，啊脾气足歹个就对啦。哦，脾气足歹就是讲，伊即摆三年啊，三年吼，有较乖啊，吼，有较乖啊。啊，毋过伊今年二年个时阵吼，尤其即个幼稚园啊，要转来即个小一个时阵吼，哦，真正人讲个恢复可可贴啦，吼。回家咱面子，咱感觉讲吼，生这个囡仔真正是来去讨债的，来去甲咱活的就对啦。为虾米？哎，这个囡仔真正来在读册的，来第二届来第二个礼拜做囡仔哦，读这个小学，我去感动啦。搁去检查过的呢，又不是真做囡仔呢。哦，啊，所以哦，老师打电话来啊，好啊，咱搁去甲咱对方的一个家长。为什么啊？我讲一句啊吼，我讲一句来应一句就对啊。啊，我大声比我较大声啊，吼。啊，讲袂赢我诶时阵，你着用哮诶啦。哮哮，我毋是哮咧一下啊就煞，拢哮安尼，你哮咧半点钟。哦，咱互我真正互伊，不加一个红火拢足大诶就对啊啦吼，修养拢无去啊，真正修养拢无去啊。咱嘛知影这个道理呢，咱嘛知影讲咱修道人啊吼，袂当有脾气毛病，咱拢知啊。不过这毋是真正的知，因为咱的心啊，行之者一啊，这个道啊，这个心啊，咱无提出来，所以咱的脾气、咱的习性依旧啊吼，依旧存在里面。咱无法度真真正正啦吼，用咱这个真主人啊吼去做一个对比啊。哦，所以今摆一直生气，吼，我拢生气，所以阮先生拢讲，恁两个欢喜，为啥物？伊今摆拢讲吼，啊，伊讲一句，你讲一句，伊应一句，吼，啊，伊生气，你搁拢生气，你敢有感觉讲恁今摆恁两个拢安尼？伊讲恁今仔日欢喜啊，看恁伫演连续剧呢啊，阮先生甲咱安尼讲，啊，后学安尼讲，啊，后学吼，迄时阵咱拢无体会。无体会啦，因为咱去嘛去想法就是讲，这个囡仔吼，遮细汉啊，脾气遐尼歹，我无甲压落底啊吼，伊大汉以后啊吼，再出去，你真正吼，互人欺负甲偏偏，吼，咱去嘛去想法拢是安尼吼，咱嘛想讲吼，啊，这是这个囡仔的毋对，毋是我的毋对，咱拢是真正拢安尼想，吼，毋过慢慢，拄仔去买花好闻啊，有一寡契机啊。哦，一些契机啊，啊，咱后下人吼，不光看有一本册，即咱后下有咱常去讲啦吼，咱看有一本零极限的册啦吼，啊，即个零极限啦吼，讲的就是讲有一个修兰博士啊吼，伊讲吼，当咱啊真正会当修甲咱的自身啊吼，拢清净圆满以后啊，咱所发展出来一个智慧。是无遗憾的哦，拢总是自性的一个发露，啊，自性的一个显示哦，吼、哦，所以伊只其实伊就是讲起啦吼，不管你拄着
困境任何一个痛苦，任何一个困难啊，其实啊吼，这拢总是你对世间人所造成的啊。你已经是对不起伊啊，所以一世人啊吼，你爱恨伊啊，你即马你就是爱担起这个责任，你爱做一个改变，吼、哦。所以伊讲啊吼，你就是爱用四句话去做一个清除，测做一个清除啊吼。出来啊！我想讲，伊是这个囡仔，伊的一个挫折感，就大个啊。
伊袂晓伊家己嘛，其实足痛苦的哦，所以嘛，无啊，咱就无人强迫，哦，咱就安尼去家己抱伊抱就对啊啦。哦，这个囡仔我家己做主动的，哼，我就给他一杆，我就给下一杆，哦，啊，所以啊，吼，真的是这个样子啊，做对代志啊，吼，真的就是我们这个心之公正啊，都站在对方的一个立场来想啊，吼，来，用的是讲心之毅力，无有不能果其行啊，吼，就是讲一些人吼。Yeah.